警告一下，就是大巨蛋那个后来市府已经宣布说它通过，那怎么看这个现在好像已经到尾声的时候快通过，会不会觉得中央是故意来卡柯文哲，不让他那个在卸任时候有一个留下一个好政绩？这个过程应该就是答案，就是案子送进去一年多，如果要有问题应该早点提出来，那这一年多为什么没有审，那是不是卡台北市，那我想市民都看在眼里。那刚刚黄建群也在立院的时候大骂市府包庇大巨蛋，你们怎么看？所有的审查都要送内政部，请问市政府怎么包庇？所以黄建群真的不需要当竞选总干事。